老司机，哎，是，对啊，你要去哪里？哇，大嫂，哎呦，哎呦，我来这车这明星啊，这，对啊，这像盖啊。车距，哇，这每一台都有太阳能的哦。对啊，这车像盖啊。你哪从我来吃？啊，经过啊，经过啊，你多少款的哦？三代海力士啊。我看到你，嘿，你车衣啊，嘿，啊，拢很反盖哦。哇，你要给我介绍是吧？大叔，大叔，大叔，哎，大叔，哎，老司机，哎，你也在哦。是啊，让我来给他关心啦，哎呀。粉丝团，你这么快乐的是老司机跟大叔啊？哎呀，你也在哦。对对，大叔啊。老司机就是你啦，大叔就是你啦。对啦，顺便要介绍一下他改的车，改的怎么样，好不好？哎，方胜某，你这台讲真好哎，你这台真好呀！我这台头一台改啦，对的，第一台，第一台的哦，全台湾第一台啊，第一台海力士来看的。过来，过来，没关系，改，没关系，改啊。哎，老司机讲终身保护，哎呀。过来，开窗啊！还没开啊？哎，你拢开窗啊？对啊。那台较水，那台较水哦。我等下来给你翕一个吼。30-40分。嗯。安尼会较 Q 啊？嗯。会较疏啦。会较 A 啦。这边好几道四十多。来啊，你上电视哦。较 Q 就是安尼啦。哦。咱大叔吼。我想要搁只有十台啦，只有十台啊！人要带我吼，要甲坐轮车啦。好，我嘛买，我来买一台来改。黄龙，你要介绍哪一台？第一台啊，哪一台是第一台？第一台，这个就第一台。第一台改装的，全台台湾第一台，第一台，第一台领牌的。我们进来在哪里遇到？啊？我们在海边遇到，哇！遇到邱大哥。哎呀，邱大哥，第一台海力士。肖老大来，那个大叔时光的大叔在这边。哎，对呀对呀，去四处流浪的，哎，对啊，你流浪几天啊？刚到，等下家走了。哎，那这样太阳能这样好不好用？好用，好用哦。好用。对啊，我来看一下你内装的好不好？好，来。哦，看你要内装的哦，看改了哪些好不好？好用哦，好用啊，真的。对啊，对啊。车边帐更好用。车边帐更好用。哦，这个是真的是车主现场。太阳能板。哎，太阳能板。哇，你看，哇，这根本是家里的弹簧床。哎呀，10公分的乳胶。哦，10公分的乳胶。对。哇，这个内装做得很漂亮。对啊。那个台南的。哦，对对对对，海力士改的。哎呀，我在介绍，哇，好长哦。对呀对呀，整个这样拖上来。这是哦，水槽。水槽。哎。你贵的家属弄你家了。抽屉，哇，我看到，这上好，两三年了，哦，三年了，肯定啊，要标配啊，对，还有，关键这个是那个两人空间，去问的地方，哦，车后组了，两人空间呐，哎，对，去问的地方啊，在抗议啊，哎，对，那个那边，这个叫向后花展，向后花展。哎呀，我加个钱，接不？有，哦，对，这里还有这里，这个是这个。哦，这里是另外一个空间。这个，你有水箱哦？对，我有做水箱。还要翻起来，还要做水箱哦。哇，你坐在这里对吧？比较小的那种。
下，所以这里面是一个水。哎，那里面有水桶。这个也是那个台南，对，台南对。我好像所以讲我有改装过。哦，这落来这车咧改装是恁爱家己咩咯用，才知影好。这是我画图给他怎么做怎么做，配合啊。这边先门城啦。哎，乳胶。你困着怀来当嘛？对啊。对啊，176公分嘛，我也记得哈，对吧？176哈，那你看，那这个还可以打开，对不对？你看整个就是，对啊，你看床头有一个窗户，我真的感觉很好。对啊，床头你看，它就一个窗户，就是一个海景，海景房啊。对啊，海景走到哪里就是什么房，啊里面什么房型，海景房。对，看到没？没有，啊这边就还有一个推窗，哦这里有一个，啊我来对面。订大堆呢，不要紧啦，这就是家啦，我来这，我来里面，里面它就是抽屉啦，抽屉，哎这，就是冰箱啦，上车了。哦，你男这种就拢已经做出来了吼，定制的吼，定制的对，对啊，很贵啊，这个定制的多少？很贵，这两片就是10000块啊，10000块还要再加码嘞，说10000做不起来了，哇，哎很贵嘞。这两面很贵，这里一片后边车就不是了，差不多，它不是很多了。是哦，因为它是吸铁的啊。里面是冰箱。哦，它里面是放冰箱。哎，对。哦。基本上都塞起来，没看到。哎，对。哦，你前面这个有一个窗帘啊。哎，对。哎呀，对啊，哎，不错。三人座。想要改太阳能板，还要再多一块，没够给他多啊！哦，后面看凉啊，哦，有声哦，隔热加充电哦，哎呀，三零五还在建造能力，哎呀，讲给大话，伊还给我说的，哎，现在如做能板，我讲你都可以，小白日记都说的呀，多加了多好，哦，倒了多好，安尼充电才有。哎呀，来去找一下车主改装。哇，你这个是有水箱的嘞哦。备胎有做一个水箱。这有追修哎。对啊。那几公升哎？有几嘞？我知啊。四缸哎。想改，我来帮他改的。哦，帮他改啊。我知。七十的啦。来，合照一下，来，那个老司机跟老司机，哎，对。那个路径大师，来，我用录影的哦，我讲话，那个车好不好开？好。改装的好不好？好。哦，啊，再来要加什么？还要改什么？我要加太阳能板。要加太阳能板，对啊。啊，你要加啥？我冇讲过。啊，有人要，有人无开的，要开。哦，你要开窗啊？开窗啊！伊个咯，伊个开窗啊！谢谢，哎，大叔时光好不好？好，赞哦。走了，拜拜。还是要拍，这边有山泉水。好了哦，原来你们在这边是装水的。我们是因为装水的。对啊，我不知道，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。来，你看这，你不知道在这里啊，这里有山泉水。对啊。哎呀，补水的地方。